成香，在梦中搁再开一窗。人拢会故乡经历多爱的心爱的人，开心。尤其阮大汉，操拢平凡，感谢一生最爱的人。谢谢孙杨辉，谢谢李小刚，没有挂掉，谢谢我们的芒果悠悠班。清香，在梦中搁再开一盏。难忘的故乡，惦记最爱的心爱的人。我拍开心门，山也会归我在。阿母，我去放心好你等。尤其阮大汉，操拢平凡，感谢一生最爱的人。谢谢，还有今天非常非常开心啊，可以来参加呢。我们今天是我们的国家沙头太子开光的这个典礼，绕境典礼，非常非常的开心，也非常的荣幸，谢谢。在我们星光大道上哦，就来迎接我们的芒果公主。谢谢我们今天美丽的主持人，谢谢。是，那么呢，今天很开心哦，一旦邀请到刚好我们的这个芒果公主，我们的乔佑来到现场哦。这首歌曲我相信大家都几乎都会唱，是对，因为这首歌呢是算是我的代表歌了。对对对，而且呢，最近呢可以说是在我们外面的表演，好多人都点这首歌，非常非常的火红啊。你们说对不对？对。对，可能是因为节奏比较轻快。是，那我觉得因为这首歌呢，这歌词哦，已经有意义，已经有艺术。因为以前的表演，现在有乔佑对着爸爸妈妈感恩的心。哦，是。啊、所以呢，是唱这首歌，不管是谁唱，没错，就是一个感恩的心。没错。然后包括对乔佑在安排这个歌曲的时候呢，也是对我们现场的好朋友呢，也是要感谢我们的好朋友对乔佑一路上的这个支持。是，没错，没错。所以我相信呢，今天给第一条歌，咱来安排这首《山野花》，是非常非常的有意义的哦。那么今天我们现场呢，乔佑我们也带来非常多呢非常精彩的演唱，要用这个最美妙的歌声送给所有的我们的喜欢乔佑我们所有的歌迷朋友。我今天呢不只要带来歌曲，我还有带一些小礼物。哇，小礼物来要来送给我们现场的好朋友。对对，这个小礼物呢都是乔佑呢这个特制的小礼物。是，这个在外面你们如果想买跟我一样的这个小礼物呢，应该也是不是应该是绝对也买不到的。哇，只有在我这边才有。对，限量是残酷的，是不是？来，对，限量的。所以呢，咱卡地亚开的是多久啊？我改先问一下，差不多半点钟前
前，半点钟进前开的，所以今麦有加一半差不多对不？哎，差不多。哎，啊，我们后面的好朋友呢？哎，我因为我就有点距离呢。是是是。哎呀，我觉得好有距离感哦。那我在想说，比较大一点，因为我们这个无线的麦，如果走到那边去，那个收音不知道会有影响哦。我在想呢，我要下去，还是要请你们来前面呢？因为呢，如果这个下去哈。好，那我走下去好了。好，我们就量力而为啦，好不好？因为呢，我们今天去真的豆霜非常非常的多，对呀，对不对？而且我们今天的这个场地非常的大，然后请大家一定要怜香惜玉一下哈。我们的芒果公主呢，你帮我留一点、哦，对，会把表演、把歌声带到大家的身边，甚至也希望大家能够呢，给予我们的这今天的非常漂亮我们的乔佑一个最热情的掌声，好不好？谢谢大家，谢谢。那等一下呢，我下去的时候呢，如果你们有想要小礼物的话，赶快哎揪起来好不好？举个手，会举手，就会挥手，跳进过来。我要，我在前面的一定要，后面的有没有想要的啦？阿伯啦，阿伯你吃过烟有无？遐夹一个足悬嘞！哦，真的有嘞！好，对对对，我等一下，等我，稍等嘞，稍等嘞，我开车过来。那个小绵羊，帮我准备一下。阿婆，我骑我都迈过来。嘿，来，那就直接我们就下去好了。好，来欢迎我们的芒果公主，我们的乔佑为我们带来第二首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乔佑的第三张专辑的主打歌，是也在不久之前呢，在我们的 YouTube 的点阅率呢，已经也破了2000万的点阅率，真的是非常感谢我们的好朋友的支持，一路上的相挺。这首歌呢，《如你的一心》送给我们的好朋友，谢谢。来，我们就直接下来了，好不好？好，来欢迎我们的芒果佑佑班也跟着我们的公主一起走，好不好？好不好？一起来到我们的宴席当中。好，也邀请我们现场的朋友将我们的热情拿出来，谢谢大家。
谢，谢谢。我们的公主已经笑场一周了。因为这个麦克风来录音的关系哦，可能没有办法走到最后面。来，阿栋。我还可以躲到后面这里来吗？大家好，欢迎所有，大家好，谢谢谢谢，谢谢大家的热情，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台前哦，一边来听最好听的歌声、最好看的表演，一边呢也可以拿到呢由我们今天的芒果公主、我们的乔佑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这个限量的小礼物。那么刚才呢有拿到我们这个呢佑善的这个好朋友哦，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有呢这个非常棒的这个我们的 USB 充电线，是对不对？要跟大家来分享。这个是这个我刚说有这个充电线，嘿，然后还有这个充电的插座。哦，好可爱。就两个不一样的东西，我也要下去上面举手。对，那是第这个是这是第二行礼物呀。哦，所以还有哦，有啊，修再来够几行，一行修再来就肯定够。说真的，卖个关子。对，我们如果想要的好朋友呢，赶快来前面 stand by 好不好？对呀，对呀，欢迎大家。这个可遇不可求，而且这个东西呢，大家都用得到。好，大家都用得到，很可爱。我看到我们的这个，这是经纪人是不是在打 pass？ 是不是？来，那个有人，这是我们的特助哦，特助，对对对，我们经纪人跟特助今天都出动，还有我们的芒果佑佑帮，不是班哦，帮啊，是，你们已经是一个联盟了，是不是？是，
因为班级的话呢，一般可能因为现在都是小班制，可能二三十个人而已。我们是一个帮，对，我们是一个帮，一个联盟，好不好？乔佑的专属后援会叫做芒果佑佑帮，对，所以很感谢我们这些好朋友，有台中来的，还有新竹来的嘞。我们竟然是帮，我们还有北部来的，还有我们在地哥，有跟我们台南的友情，哈，就是北中南大串。是的，是的，很感动，很开心。是是是。好，接下来呢？来，接下来安排这首歌曲是乔佑的最新专辑里面一首属于比较轻快节奏的歌曲，叫做《心碎爱情影》。下个《心碎爱情影》，谢谢，来共同欣赏，谢谢，尖叫声，谢谢。来，等一下哦，哪边的尖叫声最大声，我小礼物就往哪边去了。麦克风配置。好，那我们最后帮的同学会唱的就一起唱哦。好，先听一遍歌。等一下再来拿小礼物，谢谢，心碎爱情戏。会唱的一起唱哦。好。徘徊夜空里，听着海鸟啼，亲像是替我所爱的。甘会返来阮身边，爱情签字盼何有意义？你讲要爱我千年，永远陪在身边，你要甲我牵手出头天。兄弟，我心碎的爱情戏。来，谢谢心碎爱情戏，哪一边的欢呼声最大声？注意安全哦！哪里？哪一边的干部？亲像是我所爱的，心若出我去，敢会返来阮身边？爱情签字可有意义？欢呼声来一下！你讲要爱我千年，永远陪在身边。来，最后一个了，对不对？来，大声的欢呼声，好不好？
捐出去，来给你，给你送，给我送。完蛋了，我应该不会得罪大家吧？叫你叫你，没啦，我也是跟我工作好了啦。你送啊，你送，我送哦、喔。好，为了秉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我背对大家，这样好不好？这样够好了吧？啊，来，一起三二一，我就丢出去了，好不好？来，预备备。哦，雄健呢？我雄健呢？很聪明，嘿，我也都是这样子。哦，真的，剩下一个我也都差不多会是这样子送。对，大家好踊跃哦。但是呢，今天我相信呢，杜家那桥有共啊，我们今天准备的礼物很多。对，哦、等一下还有扇子，对不对？对，然后还有刚才这个充电器的这个头，充电头还有线。对对对，刚刚有大概一二十个有哦。对，哦，充电线、充电头都有。对，而且我看到还有贵宾的远从那个很后方有没有？哦，手刀式的跑过来。哦，真的，冲就紧嘞，冲就紧嘞，有无？对，我紧嘞来到，反正还佫行到伊啊，伊佫一首歌，等下还佫有小礼物。哇，对我们还有礼物，所以呢，那讲好事成双嘛，无三不成礼哦。我们今天礼物很多，但是呢，我要跟大家来谋个，要跟大家来做个提醒啦，好不好？帮大家谋个福利，因为我们今天呢现场准备的礼物虽然是限量的，可是因为现场有很多朋友都有先拿到了嘛，哈。对。不管是我们的扇子啦，还是我们的充电插头啊，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呢礼物分享的机会呢，多多的啊，来跟我们现场的朋友一起做分享。是，那我可以鬼灯精灵的给回你好吧？对对对，好不好？给没有拿到的拿，对对对对，这样比较公平。好，真的真的啊，也要让我们的侨友呢能够表现了这个心意啦，好不好？谢谢大家，谢谢。真的就很希望说大家都可以拿到，但是因为万一没到啊，万一美国人对哦，真的，我想要问美国人对去啊，哇，那为着要赠小礼物来送我们这样好朋友，这个看卖个好心心对吗？好，非常好。好，接下来呢？来，接下来呢要来安排的呢是乔佑的最新专辑的主打歌。是，那也希望我们好朋友呢，哎，多多呢这个 YouTube 网络帮我们多多分享一下。对对，动动手指头啦。对对对，帮我分享一下什么歌，你们知道吗？用性命爱过，用性命爱过，你干嘛？干！谢谢，一起来欣赏。谢谢，谢谢。等一下的小礼物呢，也是乔佑特制的小礼物，是乔佑的 Q 版的娃娃公仔的钥匙圈，而且是全新版的，最新版的。今天你来到宜宾就欢迎，我这边我来宜宾去了，所以今天我上次贼准备很多要送给我们的好朋友。无需要问我，想要搁讲啥？爱你爱到最后变成折磨，心落了你家，扛了恁陪伴，一句良心话对我恨，我袂晓写，是乌目拢是你形影，无依无我，白头无啥头无。你的痛，为什么缘分的注定，无爱多尊酸，声声句句拢是欺骗我。我想要问你，我想要问你，用生命爱我，你敢讲？很多朋友在直播，对不对？如果您的右手是拿直播机的，左手拿出你们的立牌，好不好？我们一起来星光闪闪，来开始送小礼物了。我要听到欢呼声。我需要问我，想要何讲啥？爱你爱到最后变成折磨。用心话对我恨，我袂晓写。
像他爱的他，不像远方的姑娘，我的尊光，想想不能是一片光，我想要问你，我想要问你，有心娘爱我一旦无无人是你影影，无希望，你靠何下靠何意？